黄嘉琪，祝你生日快乐！ 2000 years later， 黄嘉琪都几点了？现在12:24，你人在哪里？在那边逗留什么东西啊？死小孩！在还题了，好紧张！在还题了，好紧张！哎，真的很紧张哎！是他吗？对对对，是他。欸，我觉得他好像看到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女主角出现了。等一下，你确定没看到？没看到。蹲地。相机很明显啊，我蹲地也没有那相机。哦，看到。这个。太紧张。他继续哪里？那我手上还带在吃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那是他宝宝。好了，我们可以那个准备一下。我现在打给黄嘉琪。喂，你在干嘛？我们要去洗澡啊。哦，哎，你帮我开门。那我在楼下。对，然后你门开完之后，你回房间，快点快点。然后我再穿衣服，我再找上衣服。开大门吗？还是开小门？你就帮我开门，然后大门也开，然后你就回房间。好。好好好，拜拜。准备好了。我们一进去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我要被车了！谁来让我们等这么久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就是呢，其实呢，我为了你做一个小惊喜，但是有点失败。嗯，等我。要偷看啊！没有，我刚刚出去的时候就过敏了。完了！哇，你做的蛋糕吗？可是我跟你说，它其实原本不应该是长这样的。嗯，然后为什么？正面面对它，阿哥啊，蜡烛全部滴到蛋糕上面了啦！原本它不是应该长这样的，但是我做一做之后发现太难了，毁了。我原本在上面作画，然后画一画之后发现，干，好丑，我就把它全部涂掉。原本打算不送你的，但他说没关系，就带来。你说画画了吗？你原本在上面画画。对，然后我就把它抹掉，所以它变成这个颜色。没关系，还是很原本很漂亮的。你的心意我收到，我爱你。好，我们两个才是情侣。你是谁啊？摄影师，你过来的、哦。你花多少钱？生日快乐，耶！挡对颜色，他为什么挡对颜色？我原本是用蓝色写在上面，然后后来我就写坏了，然后我就自暴自弃，我就全部涂掉，然后把整个蛋糕全部涂了这样，然后又很不均匀。我原本想说算了，就不要送了。它是薄荷口味哦？不是，哦，就是单纯的颜色吗？对，它是色素。黄嘉琪就吃色素吧。黄嘉琪，我跟你说，我明天还要上一整天的班哎，你还不早点回家？想害死我啊！我就看几点回来啊，超过12:00，一分钟打一下。因为其实我刚刚是比较不会说一些比较甜言蜜语的话。嗯，我懂。对，然后虽然我脾气很差，嗯，但是我也懂。你懂？我懂。他有跟你讲？少讲。可是虽然脾气差啊，但是就是不耐烦啊，然后发生很多事情，不管是我们家还是我的负面情绪啊等等的，我觉得他个性。是非常好，就是我如果跟他分手之后，我找不到第二个跟他个性一样的女生。嗯，没错。对，他个性真的超好，就是完全没有脾气，但是就是健忘啊，他很爱忘东忘西。粗心大意。就是希望说我们未来的日子可以，就是两个人可以更加努力，然后完成彼此的目标，那给对方
更多的加油打气。